準備，黃旗舉起。好，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大家都平排出閘嘅。前面快啲嘅話，中間有呢只邊個邊個啊？咁外邊就妙算達人啦，響入邊加應之聲，嘈咗聲走翻上去，守住內欄第四種嘅歇巴神區啊。第五位中間嘅天滿意啦，內欄第六種嘅新力必啊。再後邊有結彩繽紛啊，咁後多層嘅馬啦，內欄綠色衫天池怪俠啊，響出邊咧達龍區藍衫走咗個三搭望空尾五喎。尾四個位置是大金庫啊，咁再後邊先幾多好好馬啦，紅運戰士啦，夏威夷響邊咧？尾二個位置啊，暫時包尾咧就嗰只喜年奇星嚟噶。好啦，跑對面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帶頭係呢只嘉應之星啦，跟住第二位咧就係嗰只妙算達人啦，再見到第三位係歇霸神區啊，咁第四位咧就係嗰只邊個邊個響出邊啦，第五位內欄新力必啦，中間位置啊天滿意啦，外邊咧達龍區咧藍衫望空咗啦，咁啊開始啊慢慢上咗去。再後多層啊馬啦，咁啊先見到結彩繽紛啦，綠色衫中檔位置天池怪俠啦，尾五內欄好好馬，咁啊尾四咧就大金庫，尾二就紅運戰士，夏威夷咧俾人帶甩咗喎，尾二位置紅衫哥匹啊，包大尾咧暫時係嗰只喜年奇星嚟嘅。好啦，過呢個八百米段處啦，前面仲係嘉應之星帶頭啦，咁啊妙算達人第二位啊，達龍區外邊進佔第三，內欄第四，仲係歇霸神區中間第五就邊個邊個粉紅衫嘅，響出邊天滿意。亦都慢慢咬咗上嚟，再後邊嘅馬中檔位置淺藍衫咧就新力必啦，外邊追嘅馬分別有天池怪俠啦、結彩繽紛啦，最出嗰只啊就夏威夷，最後直路前面透出嘅馬見到埋邊有嘉應之星鬥緊妙算達人，中間達龍區上嚟，外邊天滿意亦都追緊，再後邊嘅馬仲有天池怪俠，入邊歇霸神區，出邊位置咧仲有呢只夏威夷，馬林中間新力必，最後一百米天滿意透出，新力必追緊。出邊上嚟仲有夏威夷，接近終點，羅富全贏啊！天滿意，2019年度香港打比大賽，天滿意成功贏出呢場賽事啊！咁啊，計初次派馬出去跑國際賽，咁啊都能夠贏到。咁啊，至於香港打比大賽為華人爭光，結果天滿意贏，跑第二名夏威夷，第三名新力必，第四名係達龍區啊！天滿意。